所以到哪里都想快乐被人去。小哥，我病了。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。你怎么样？好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。如果我一定会死的话，我就是在路上。你可能已经看透了什么。你看我死了，也会不会也会死？我听见了你的声音。我听了。但如果现在你是我的话，你现在会怎么做？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你就敲死在那儿了。你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喜欢跟你在一起，一起吃东西。你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小哥的故事，他是张起灵，不可能。不信。